养马。理论上当然不可能了，可是最近南八社的公共浴室里面常常出现一条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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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大便，这么长度不是人类拉出来的吧？只有马才能拉出来这种大便。另外本校还有第二个校园不可思议传说二，这个男生不管修什么课总是从同一套女生泳衣去上课，晴天是这样，雨天也一样，夏天是这样，冬天也一样。啊，请变态啊，这个我知道。那个男生嘛，就是那个到处出糗的阿拓，而且听说他穿的泳装还是比基尼。比基尼？那个大头穿的也太变态了，是阿拓。还有更变态的传说三，最近有个男的一直抱着一个大白菜走来走去，上课也抱，吃饭也抱，睡觉也抱，刷牙带着，走路也牵着，就连洗澡带着，简直就把那个大白菜当做他自己的宠物。刚刚那个穿女生比基尼的比较变态，但这个传说该不会也是那个？就是阿拓，就是那个一直出糗的阿拓学长，因为他打赌赌输了，所以整个学期都要抱着一个大白菜。那到期末那个白菜。还有传说四，传说四也是变态那种吗？这也算是阿拓学长出糗新纪录。听说他交往很久的女朋友，后来竟然被拉子给追走。拉子，女同志啦。女朋友竟然被女同志追走。那我好像念错学校嘞。好像真的念错嘞。说了这么多呢，其实还是要跟各位同学讲一下，只要多留心，生活处处都是你们创作的题材。期末，我会请每位新加入的成员呢，要交出一本属于你们自己的小说，题材不限。不过，请务必写出你们的精彩，写出你的热情，写出我们社团的骄傲。各位蔡 B 拉新成员，你，还有你，把社窝整理一下，然后到那边把徐王姐留下的笔记本通通丢掉。丢掉？我累死了。对啊，为什么不懂变成徐王姐的时候，这个我就觉得太烦了。
听说你这家店不管点什么咖啡都调得出来是吧？为什么？我他妈点一杯无敌男子汉。好，等一下。什么东西啊？只有真正的无敌男子汉他敢喝这一杯。为什么？是蟑螂。我加了蟑螂。为什么？那就是来应征的咯。啊？几岁？上个月刚满18。有没有当过服务生？没有哎。有没有做过类似的工作？我在加油站打过工哦。是还蛮类似的。哎，我有在喇叭店打过工哎。我们这里比较单纯。其实我平常都喝什么豆子？我都喝拿铁啊。我是纸。你喝什么豆子磨出来的咖啡？什么国家？哪个产地？什么庄园？哪个采集？哎呀，反正就是咖啡跟牛奶就对啦。你说这家店可以调出任何李小姐的咖啡哦。想要点什么呀？哎，我来点一个鸡肉男女小白菜的解剖啊！哎，小姐，哎，小姐，哎，我同学要点一杯鸡肉男跟那个。阿拓，难道他是抢走你女朋友的那个 T 吧？哇！乱讲啊、你这样是怎样？哦，就还是那样啊。那他过得怎样？很好。那就请你好好照顾他喽。废话。
听路上吗？阿拓轻居下风、啊，一定轻居下风的、啊。他的老二在亲爹面前完全失去功能，完败啊！高同学，蝶飞，我的老二是空气。好，蝶飞，我的亲弟没老二啦。好，哎，换两杯都来，两杯都怎么喝啊？用吸管喝啊。很好笑吗？他的女朋友被抢走又怎样？就算他的女朋友是被另外一个女生给抢走，那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不安慰他，还这样子取笑他，你们算什么样的朋友啊？而且，就算我不是医生好了。你看他这个样子，就知道他失恋之后整个人大崩溃，才带这颗烂白菜跑来跑去的。你们这些朋友啦，不带他去看医生，还放他这样到处丢人现眼，你算什么样的朋友？算不是人呐、啊，哈、欸！没有啦，其实啊，头学长，千万不要放弃治疗哦。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思莹，李是那个李，思念的是萤火虫的萤。李思莹，明天上班。哈？所以你要去那边打工哦？对啊，很诡异吧？而且。录取我的人是等一个人咖啡的老板娘，那个老板娘常常坐在位置上，呆呆的看着窗外，有时候一个小时都没有动过，我都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另外啊，这间咖啡店最受欢迎的当然是那个号称什么怪咖啡都能调配出来的吧台高手阿布斯。还有那个超级帅的男生，每天都会带着不同的漂亮女生来到等一个人。我常在想，这些漂亮的女生当中有没有人真的是他的女朋友呢？还是每一个都是他女友啊？我不知道。你在发什么呆啊？哦，对啊，不是，为什么今天要再等一个人？等你待满一个月之后，我再告诉你。小气。为什么一定要加入铁头社啊？怪死！我从小就觉得铁红超帅的啊，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用公主书考进这间学校啊？你进这间学校就是为了加铁头社，不然嘞？哦，你再这样敲下去，敲起木就变智障了。你才智障哎！你倒喜欢那娘炮哪一点？他才不是娘炮。我跟你说，这样整天妈擦桌子，我看再擦一百年，也跟他没可能嘛。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邂逅过啊！什么意思啊？就是原本不相识的两个人，忽然之间不小心撞在一起，嘴巴就不小心亲亲了啊！接下来
他们一定会互相讨厌，可是最后一定也会互相爱上对方。反正不管怎样，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从超级不小心的邂逅开始的。啊！真有道理。哎。跟踪那个男生哦，他欠你钱哦。什么啊？没有啊。没有吗？你干嘛啦？走路不看路的，你不会溜就不要溜啊！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去看医生啊？看医生？不是叫你不要放弃治疗吗？啊？算了。哎，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有谢谢你耶。谢什么？谢谢你上次在咖啡厅帮我说话啊，谢谢你。那没什么。那我改天请你看电影好了，就当作是谢谢你。不用。一定要啦，不然我帮你跟踪那个男生，帮你把钱讨回来。等一下，不用，改天一起我看电影。好，就这么说定了。阿头，你是说阿拓学长吧？对啊，他就是个神经病，没皮，变态。我不准你说他神经病。啊？阿拓学长，他是个世界上除了悟空跟鲁夫之外我最崇拜的人耶，排名还在索隆的前面。为什么？七年前阿拓学长是铁头社第21代的社长，他的铁头功已经到无坚不摧的程度，据说他可以用头撞破所有挡在他前面的任何东西，而且除了铁头功以外，一直以来阿拓学长的人品也是一流的。他愿赌服输的精神根本就是本校的一代传奇。阿拓学长曾经跟勇色比赛憋气，赌输的人就要穿女生泳衣连续上个一整年。什么毛病啊？还有那坨大白菜啊，是阿拓学长跟尿尿社的社长打赌。我们学校有尿尿社。阿拓学长跟尿尿社比赛，谁尿的比较长，输的人就要。我听说啦，他整个学期都要抱那头大白菜跑来跑去的，对吧？还有直排轮，明明就不会溜，还硬要穿的到处撞人，没品。
不过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七年前阿拓学长代表铁头社跟空手道社长断水流的那一场纪念比赛。根据精英中心新规定，输的就要留级七年。比赛开始，三、二、一，啊！空手道算获胜。你们的铁头功夫都是拉萨，拉萨。阿拓学长输了，照约定他要把大学当成医学院来读，所以他一路疯狂的延毕，今年已经是他读大学的第七年了。好白痴哦，我不准你再说他的坏话哦。我睡了。我不准你再说阿拓学长的坏话。我知道了。哎，好巧哦！哎，那个男的……哎呀，同事可以带白菜进来吗？不吃就可以啊。哎，我整天都在喷防腐剂，是要怎么吃啊？那可以穿紫袍进来吗？哎，你们口供如深，是我系上的学弟啊。哎，对。你在看什么？少女思春总是诗。哎，他是不是上次欠你钱那个男生？他哪有欠我钱啊？没有欠你钱，那你干嘛跟踪他啊？哦，你喜欢他哦？关你什么事啊？我可以帮你跟他说啊。如果我喜欢他，我当然会自己跟他说啊，要你管哦。哦，哎，也对啊。哎，那你喜欢他，你就不要再跟踪他啊，直接去跟他告白嘛。我是少女哎，你怎么这样跟少女讲话？而且我没有说我喜欢他，你这人怎么那么没品啊？哦，哎，那我今天请你看电影好了，顺便庆祝我再过十七分钟，我就不用穿纸牌轮到处溜来溜去了耶。我陪你看电影，然后从今以后你都不要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说一下阿萨布的话。哎，不是你陪我看电影啦，是我很认真要跟你说谢谢。都一样啦。
酷吧？这也是我打工老板的地方啊。他喜欢看电影，所以就是弄了一个小型电影院出来。你在 DVD 店打工哦？不是啊，我在海产店打工啊。海产店？对啊，晚点就开了。哎，这个怎么弄这个？哎，你也上这个？我要看，我要看这片《死就放心中》。来航。哎，豹哥，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女生 C， 他就是我老板，叫豹哥。豹？哪个豹啊？暴躁那个暴。豹哥好，对不起打扰了，我先走了。坐。宝哥一脸没心情的弟弟的样子，他以前可是台湾江湖片的大导演，也是第一男主角哦。专心看电影。
还是忍不住，实在太心酸了。是，就只能放心。哭点是。豹哥那么爱大嫂，甚至为了爱大嫂，不惜一切人都杀了自己的大哥。大嫂，大嫂，大嫂却跟那么多小弟私通乱搞，怎么不伤我的心吗？还不伤我的心吗？原来阿聪学长每个礼拜一、三、五的晚上都会到豹哥开的海产店打工，负责炒海鲜大杂面。其实这些海产店也只有海鲜大杂面可以点，不过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来的客人都有比吃东西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你这样的在我的场无歹叫，手无斗阵，变作拍伤我的人。今日爸母把贵妇行李吼挂起来泡茶，你爸跟你共事。你嘴巴怎么那么臭啊？我的小弟在你厂子赢钱，赢钱就是赢钱，赢钱代表什么？你无能嘛，你自己无能还说我们出老千，我知道你知道啊，就是你没品的专家了，你照拿税，你家店小痞子，操死了，干啥？干什么啦？啊，你声声鼓鼓讲人跋歹叫出老千，有证据无？卡袂着要共鬼有神的瓜片泡酒，鬼有神的泡酒你敢啉？不会吧？尿骚味，我不敢喝。差不多就好了啦。社会是讲道理的啦。你娶个少年的哦？啊，长那个脸一看就出老千的嘛。这你也敢娶出门，笑破人的嘴先哦！嗨，靠！他妈的，怎么就长了一副老千的脸，还敢出来让我丢脸？哎，豹哥不是导演吗？怎么会跟黑洞在一起啊？哦，就是豹哥他自导自演过太多黑道片啊，所以很多黑道啊不喜欢找豹哥聊天了解啊。十几年下来，要不是那张大桌子啊，我看江湖上不晓得要都是几百个人嘞。嗯，我才不要嘞。哦，怕了。今天在我厂里跋歹叫，这条就爱处理了。愿赌服输，把该付的钱付一付，我就原谅你，这件事情就不记得。哎，你讲。他是我没有江湖道义、啊、小姐，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谁没有道义？豹哥，法人监护你就说啊。小姐，眼睛睁大再大一点，你就可以看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嗯，说 ，Go！ 这里有好人吗？我觉得大家以和为贵嘛。以和为贵啦，你爸不是还在海边交朋友的啦？跟你交朋友打了八辈子没了，我告诉你，钱给我拿出来。啊，不然叫我讲，可以开山对面不到堵路啦。来啊，来打这里，给我打过来，你打过来，你打过来，来呀，来呀，来呀！
奶子都还没长出来，小姑娘咱们以和为贵了。你要自己修理，还是交给人家处理？赶快决定。可以了。干什么？我自己的狗，我自己处理。妹妹，谢谢你，真的很不错。当，是谁？谁？不了，谢谢你，你写，快写。哎，问你哦，你觉得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啊？你哦，我跟你讲，如果没有跟你相处过的人，大概觉得你是一个臭八婆吧。但跟你相处过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还蛮可爱的、啊。什么八婆？还臭八婆嘞？所以说就不是嘛。那你还是假、哦。现在就蛮像的啊。好、哦，不是。好啦，跟你说个秘密哦。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常常来我们咖啡店的男生。谁啊？就是那个我上次偷跟踪的男生啊。哦，他哦。哎。我跟你讲个秘密了，问你说一个。哦。那个。喂，你干嘛？这件事绝对不能说哦。关于那是一个传说。嗯。以前我真的很喜欢我的前女友，徐姐接吻的时候，心跳竟然没有咚咚咚、咚咚咚的加快，竟然没有很喜欢她的感觉了。变成拉走。嗯。天哪，什么样的感觉？以后好好保重。啊？还是兄弟。啊？啊？那没有想要追回阿布斯吗？追？最可怕的不是阿布斯不喜欢我了，最可怕的是我也不再喜欢阿布斯了。原来我以为可以天长地久的爱情，竟然会在一瞬间消失无踪。两个人之间，不管以前有多好，说没感觉，就真的没感觉了。原来爱情那么可怕。嗯。
你有跟他不是联络吗？没有啊，那天也是突然遇到的，哎，超抓的。所以你那天问阿布斯，他过得怎样的意思是？我总是觉得，那个跟我交往过的女孩，还住在阿布斯的心里。我很希望她可以一直一直过得很好。好。我会帮你保管这个秘密。为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这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本来无一物。何以为情伤？哎，付钱。你也来一杯。你忘了，我没办法喝咖啡。你不是没办法喝咖啡。你是没办法开心起来。问你哦，你跟阿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你要拿去写你的爱情小说？不是啦，我是好奇。我们只是对自己都很诚实罢了。那你会有一点点愧疚吗？爱情不谈愧疚。把你的伞给我，让你自己留白。我有两把。
功劳啥？其实这把伞也不是我的。我要去那里。我也是。学长吧，怎么会这么觉得？因为上次看到你在看一个奇怪电影的漏网。我也喜欢看电影。那个时尚冒险中我看过哦。觉得好看吗？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电影。我很喜欢那个导演，本名叫陈忠宝，外号叫子。豹哥。对，豹哥。豹哥的江湖类型电影风格很独特，他总是喜欢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民国初年，诠释故事的逻辑独树一格。有时候明明就很好笑，可是深究起来。一直去往往很感人。嗯，我上台快哭了，真的很感人。嗯，不知道雨会下多久。嗯，不会永远一直下。不像，他们互相并肩作战的时候，男主角把女生公主抱起来，然后开始哄她，我感觉有点人家常常说。
给我一杯热水吧。好啊，你等我一下。你都进来一个月了，怎么那么红的手势？哎，对了，我都来了一个月了。你还想知道这间店的由来吗？是不是你欠我的？我也可以一起听吗？从前有个任性骄纵的女孩和一个逆来顺受的男孩。上课的时候，女孩总是喜欢偷偷作弄男孩，但不管女孩做什么，男孩从来不生气。每天中午吃饭时，女孩都很喜欢跑过去吃男孩便当里的卤蛋，但男孩也从来不生气。渐渐的，不管什么时候，女孩做什么事都跟男孩一起，他们开始无话不谈，直到有一天。你好，我叫张家人，天蝎座 A 型，大家都叫我仙道，很喜欢打篮球，请问你这礼拜天有空吗？那个女孩就这样跟篮球队那个仙道在一起了。那个男孩一定很伤心吧？一定的吧。只有男孩伤心吗？哈？所以说女生真的很难懂。后来嘞，后来嘞，后来情人节到了，算你给点意见，什么叫都好啊？就没差，只要你用心挑的礼物他都高兴。我又不是男生，我怎么知道他喜欢什么？一年才一次情人节，而且是我跟他过的第一个情人节。喂，你干嘛？你在干嘛嘞？你可以打我、骂我、捏我、吃我的卤蛋，叫我帮你写作业，叫我的考卷放下来给你抄，叫我早上六点钟叫你起床搭公车，叫我先去补习班帮你画座位，叫我帮你买纸张用卫生棉，这些我都无所谓。但你可不可以不要叫我帮你挑情人节礼物？我为什么不能叫你帮我挑情人节礼物？我就不想啊。我有逼你帮我写作业吗？没有。我是你的卤蛋，你是真的不开心吗？没有。我有逼你帮我买止痛药是不是？没有。帮我买卫生棉你觉得很丢脸吗？我有逼你叫我起床吗？那我叫你帮我挑情人节礼物，你是在不高兴什么啊？因为我喜欢你。那又怎样？我又不喜欢你。我知道啊，但你不能叫这么喜欢你的我去帮你挑你男朋友的礼物，这样我心都碎了，都碎了，你知不知道？你说你喜欢我，他在跟我告白的时候你有说什么吗？你这样叫喜欢我？你根本不喜欢我。
怎样啊？有没有受伤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要吓我好不好？然后呢？你知道要找到一个愿意为你挡子弹的人有多困难吗？我怎么会舍得错过这么好的男生？所以后来你就跟那个男孩一起开了这间咖啡店吗？这里原本是我们大学常来约会的地方，后来我们毕业了，原来的老板也退休不做了，我们借了一笔钱把这里顶下来，好好的翻修了一下。才刚毕业就顶下了一家店，压力一定很大。对啊，说起来很好笑，虽然我们顶了一家咖啡店，我也非常喜欢咖啡的香味，但我的胃不好，一杯咖啡都不能喝，一喝就胃痛。他就说总有一天他会调配出我也可以喝的咖啡。所以后来成功了吗？又香又好喝，肚子也一点不会不舒服。好嘞，这杯叫什么？他说那是老板娘特调。那我以后每天都要喝一杯。哪有什么问题？谢谢。嗯，喝完了。这个放在这边好了，靠角落一点。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等一个人。你的意思是说你在等像我这么可爱的女生出现吗？你还真敢说。哎，当然了。哎，我们的咖啡店那么大又刚开，会不会？放心，真人启示我已经用好了，我去拿给你看。老板，以前是不是很喜欢写小说啊？怎么会这样问？没有啦，我只是觉得你们的故事很像小说啊。啊，后来老板呢？后来没有后来了。到底后来怎么了？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调出那杯传说中的老板娘特调。
我们最新的毕业成果哦，销售所得扣除成本全部都捐给低能儿买营养午餐哦，是做爱心哦，一只才卖200块钱，请问你要不要一口气买5只？可以多送你1只哦，有你有无？可是1只200块太贵了啦，同学。可是我刚刚看你在那边买一只80块的烤鱿鱼，你也没有犹豫那么久啊。现在只是买一只做爱心的笔，就要一直想，你到底有没有爱心啊？哇，好了，等我一下。不要跟他买。我不要逼别人买这种烂笔好不好？超讨厌！关你什么事啊？那我就要不要跟你买，又关你什么事啊？你们这种卖爱心笔的最假，明明都是一些烂笔，还敢用爱心包装下去卖，恶不恶心啊？臭三八，你是不是欠扁啊？你骂谁臭三八、啊？臭三八就是在骂你呀、啊！肥伯，你想干嘛？我在干嘛？你没事吧？铁头功都还没有练成，就已经那么厉害了。一旦被我练成了。铁头功不是这样练的。杜学长，像这样。原来如此。原来念在这里打工哦，这么拿那么多工啊？没事做，当然就打工赚我的旅费啊。旅费？如果存够了钱，我就可以出国到处去看看。是要出国念书？不是啊。还是要去澳洲农场打工啊？这种好像很流行。对。为什么出国就一定要念书或是打工啊？这个世界这么大。不是年轻的时候到处去乱走乱晃，不是很可惜吗？一定很好玩。哇，反正你看我这个样子，又不可能变成什么伟人，或是很高级的成功人士，又不像，对不对？大家都去追求成功，我呢，我这种 loser 啊，就负责过一些既没有意义又不成功的生活，快乐就好啊。你刚超帅的耶。
我是上海三八，为什么他叫我臭三八？我记得你也说过我是三八，对不对？到底是为什么？就算你是一个臭三八，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臭三八啊！你刚刚真的很帅欸，帅？我不要帅啦，我要漂亮的。什么味道？你要不要吃烤香肠？好啊。你怎么变的？也要吃烤香肠。吃啊！告诉我啦，先告诉我。说了，不要。我想学。不能说。拜托啦，为什么？是说了不能说哦。怎么？为什么？怎么不能说？为什么啦？我小的时候啊，爸妈常不在家。签名。所以啊，我的学校联络部。都是邻居的叔叔伯伯啊，阿姨大婶啊，他们轮流帮我签的。尤其是卖香肠的王伯伯，每次都会送我烤香肠。他的香肠真的很好吃哎，所以我最喜欢去找他签名了。签名。但是有一天卖香肠的王伯伯死掉了，我蹲在路边一直哭一直哭。怎么了小王伯伯啊？我又想吃我的烤香肠。哎呀你是想吃烤香肠不是想王伯伯哦？你不是死翘翘了吗？王伯伯没有死，只是呢变成一只天使。天使厉害吗？当然厉害哟。那边出烤香肠更好吃。哦，好啊。这样啊。变好了，从今以后啊，只要你遇到你真心喜欢的女生，你就可以从她的后脑袋变出一只香喷喷的烤香肠哦。导灰哦，导灰哦，后脚导灰，导灰哦，后脚导灰。可是我好想要吃豆腐。哦，那这样好了，我们改变豆花。好了。
人决定了，真的有人决定了。要不然这样啦、如果那个女生哦，她是真心的喜欢你，你就可以从她的后脑袋摸出一碗豆花。那你要热的还是要冰的？要冬冬也好，小江。这个好。哦，妹妹，谢谢你，你可以飞走，拜拜。Yes。王北北心愿还没了，暂时找不出翅膀。王北北要走了，再见。妹妹，拜拜。所以王北北就搭计程车走了。对啊，我很想他哎。谢谢哦，告诉我香肠怎么变得就爽，不稀罕。哎，真的啦，我自己也吓一大跳哎。原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喜欢上你，还喜欢到可以摸出香肠，我人生第一次哎。你在跟我告白吗？对啊。神经废。哎，你看，你看，你到底藏在哪里啦？真的没有藏啊，我好像真的超喜欢你的。我猜，我一定是看你教训那心比那些王八蛋的样子，给电到了。爱心比。怎么好像什么性忘记了、卡森，来是想告诉你们，老规矩只是老骨头，我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活路了。他要是谁敢再挡我们的路，就像这个爱心一样。像那只爱心笔一样掉在地上，是什么意思啊？年轻人，你们那么爱心笔哦，那就是利用人的爱心来拐诈骗局。这种拍摄的下戏下情的代志，卖个做，听无？是他们老大呀、老大们的老大呀、接着，阿婆正在情呢，也开车都穿了，阿正经。叔叔长大了，哎呀，亲啊，没爱心，退，一将，报告，残暴的暴，小度会着啦，经理。
不忙吧？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嗯。你为什么每次都带不同的女生来咖啡店呢、啊？我猜，她们应该都不是你的女朋友吧？为什么你觉得不是？看起来不像啊，而且你们每次都各做各的，也没什么话聊。你偷偷观察我。希望你感觉很神秘嘛。李思颖，你还在混什么东西啊？那边东西收一收啊。哦。哎，对不起，对不起啦。没关系。真的对不起啦，不然就好了。你这件衣服给我，我洗完再还给你。那就拜托你了。哎，你怎么在这啊？嘿，你在跟踪我？谁要跟踪你呀、啊？怎么了？嗯。哦，弄脏了。对啊，明明就只是被咖啡泼到，但我不知道怎么洗都洗不掉了。哎，这不是男生的衣服吗？要你管了。你在这里打工哦？对啊。你就是那个骂爱心笔的女生嘛，哈。对啊，就是她。晚上要不要一起留下来吃饭？哈，很好吃哦。这个炒面跟你那爆肝海产店煮的一模一样哎！原来你是在这里学的、哦。对啊。对，老板娘花了一个月才帮我们教会的。哎，你在那边学的炒面啊，现在可是海产店的招牌哎。什么海产店？什么招牌啊？规间店傲高暖炉啦，只有这个面还可以吃。想到就觉得丢脸哦，怎么对得起客人啊？这种店哦，明天就倒闭了。来来，吃吃吃，来！啊！你也来头有毒！我的奶头没有毒，有毒的是那个没良心的王八蛋。这大事是想要处理，不爱处理，干嘛困？你放心吧，哥，试看看我新发明的海鲜炒面。秀秀秀，我有加干贝哟。试看看，快点！坦白讲哦，好像花园夜市去大飞机餐厅比这个好吃。哈哈哈哈哈！都卖钱！都卖钱！都卖钱！就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哦？什么一点点小事？你是不知道整个店从头到尾大大小小的事，所有的菜都是我一个人弄，一个人在爱煮，他在客人面前只会批评我的菜，有没有良心啊？哦，这真的一点点小事啊。这样好可惜哦，华哥这样就吃不到你做的菜嘞。不然这样，你教我这个，然后我去做给豹哥吃，看看他会想念你做的菜。嗯，要吃可以啊，叫他来跟我道歉。你就教我嘛。不要了，我一定好好学的。你教我嘛。你学不来啦。可以啦，教我，拜托啦。不要了，我一定会好好学的。来，你看啊，这个
果酱够不够很好喝？对，来加上青肉末，把它爆，稍微爆一爆。钱吃冰淇淋，怎么没有钱做爱心？叫什么名字啊？爱的勇气。你要这杯给我干嘛？告白需要勇气啊。好哦，你喝十杯。喝了就好运十倍。上课了，下次再见。好，拜拜。哎，好小。是当年那个好味道啊，这孩子死在蛋蛋的怀里，死了就这样子又心甘情愿了。好了，既然他这么有诚意，告诉他只要他愿意来我面前说对不起，我就让他回来。哎，你们两个都有毛病。哎，为了这么一点点小事，这样可以忍了16年呢。可是布丁一直在面前讲说夜市的炒面比较好吃呢，他可以直接翻脸抓狂16年，不是丢搞我？谁对谁不对？就算是你老婆错好了，你是人家老公哎，假装是自己的错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对不起会死啊？要我跟女人说对不起，我豹哥呢？我黑社会呢？拍了纪录片就自以为是黑社会哦？黑社会又怎样？不用尿尿，反正你就是不敢啦。我黑社会，我有什么事情不敢？你就是不敢跟你自己的老婆道歉啊！你的老婆自己一个人开一间洗衣店，孤孤单单16年哎，这不负责任的男人，跟人家学什么黑社会啊？你最烂了啦你！你敢说我烂？我你什么东西啊？阿诺，就像什么你敢跑？哈！这莫名其妙的国民学校搞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我等16年是怎样？哈！阿诺，你敢跑？你要等36年？还当笨蛋的，你俩妈呀！
底怎么变的啦？因为我很喜欢你啊。你终于肯毕业了，七年了，终于可以跟大白菜道别了。好啊，晚上有丢白菜。嗯，我什么时候前去非洲了，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白痴哦，我又没有护照。哦，又没关系。那谁要跟你一起去非洲啊？好啦，我上去载你。好啦好啦，拜拜。我们很久以前聊过，那些跟你一起进来的女孩都不是你的女朋友，对吧？嗯。嗯，那在那之后，你还是跟很多不同的女孩子约会，但都没有真正的定下来。可以问你，嗯，你是 gay 吗？是也是很好，但我不是。嗯，那你心目中理想的女孩是什么样子啊？标准一定很严苛哦。等一个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等一个人。那你在等什么样的人呢？我一直都在等像你这样的女人出现。李思颖，还不赶快帮我卸货，你真的把我当男的啊？在等像你这样的女孩。阿爸，嘿，不要看电影好了。怎么了？我跟你说，前两天那个男生跟我告白。真的，我就说你一定行的。但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我整个像是被雷打到一样哎。后来阿布斯就想去做事情啊，等我一忙完，才发现他已经先离开了。哇，不过幸好啊，他有先走，不然啊，我一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你一直都很喜欢他，他跟你告白你就答应就好啦。其实从上午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思考别的事情哎。一想到他跟我告白，我就紧张到没有办法思考啊。啊？完全听不懂哎。如果你现在跟我告白的话，我一定开心的马上说好啊。我又不会给你告白。思颖你也在啊？好，你现在听仔细哈，把 IC 笔一点配头了，要过去砍我，你们赶快离开了，听早了。三，外面有人喊豹哥。三，这边，快点，快！快！
是假的。妈，我拿菜，你两个一起送出去。我的背交给你，没问题吧？你才要破坏我的背了。铁头功是吧？铁头功啊，啊！狼牙棒，虎哥，虎哥，江湖两个字，一个字江，一个字虎。还买钢骨？说对不起，就不要叫我 boy。 对不起，你炒的面真的很好吃，一直都很好吃。我咋在？我还以为带你老骨头来嘞，没想到只有两个。哼，才知道
包哥每次看电影都哭得那么伤心，其实不是因为电影很感人，因为真的超级不感人。包哥哭是因为他很想念，很想念他的老婆。豹哥跟金刀神终于都等到了他们的那一个人。包的好丑哦！喂，这个人可以分清什么是内心话，什么是表面话。啊？就算你觉得我包的很丑好了，你也假装一下要说什么包的很好啊，包的很漂亮之类的嘛。我很感动啊，但是你真的包的很丑哎。刚刚谢谢。啊？你的铁头功很帅。我就知道，我的铁头功一定不会白练的，一定。你真好哎，每次做一些狗屁不通的事情，最后都可以想出一个很了不起的答案。才不像我嘞，不像你。而且啊，就算你要出国流浪，这么重要的事情哎，你都不需要事先计划。在旅行中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哎，你完全都不知道哎。但是你还是很勇敢的去做，哪像我啊？平常都没有什么梦想，比普通还普通。你不是梦想要跟那个男生在一起吗？嗯，不过那不是梦想，是做梦。你一点也不普通啊。如果我要跟别人介绍我最好的朋友，我会说我认识了一个很有勇气的女生，她叫思颖，思念的思，萤火虫的萤。她不但救过我，还骂过爱心笔，甚至还骂过豹哥哎。如果我突然被一群王八蛋拿到围攻的话，我会希望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是这个叫思颖的女生。天哪，哪有男生把眼睛闭上的啦？天哪，天哪，天哪，我在干嘛？天哪，阿青，好药，阿青。喂，啊，对不起，要跟他说再见了啦。你还有什么话跟他说？哎，大白菜，再见喽。虽然一开始你很烦，超烦，让我超丢脸。但是后来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很好玩的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已经不是一头大白菜了，我是一坨很好的大白菜，我会永远记住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大白菜，再见了。再见。希望你被海豚吃掉。希望你被大章鱼吃掉。被大白鲨吃掉。被大水母吃掉。对，被大水母吃掉。啊！这几个月，你一直对他喷防腐剂。会不会大鲸鱼吃掉就？对哦。哎，大白菜，等一下！哎，大白菜，白菜快回来！哎，小心啊，阿兔！哎，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很大方的祝福你跟那个男生，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心里好闷哦，好像快要死掉一样。其实我也蛮好的啊。我知道你很好啊，我很认真工作，又会炒好吃的面，头又很硬。我知道你头很硬，又会讲笑话，又不好笑。更厉害的是，我还可以一直变出烤香肠啊！阿拓，如果后来你发现那个男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我。等你回来台湾，一定要告诉我香肠藏在哪里哦。原来你真的没有喜欢我。现在我的心里好像比较不会闷闷的了。我好怕，其实你也喜欢我。但是不敢跟我告白啊，不然我明天就要出国了，留你一个人在台湾孤孤单单的想我，不就太可怜了？神经哦！那你们两个在一起以后，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哦。那我祝你在国外流浪的时候，可以遇到一个。让你摸出一碗豆花的女生。好啊。好啦，好睡了。要开开心心的哦。晚安。要快快乐乐哦。晚安。要想我哦。
衬衫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去加伞好在风中拥抱雨和面，我们完全不自觉难以抗拒，说我都很透明，爱情需要的证据保证却没上次你跟我说的事情，我想了一下。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我说过，我一直在等像你这样的女孩出现。这样的女孩，你相信天使吗？啊？如果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天使，天使给你一个愿望的额度，你会许什么愿望？我希望我有向我喜欢的人告白的勇气。好，没问题了，你可以向你喜欢的人告白。我喜欢你。其实我在这里打工是因为你，你好像常常来这家咖啡厅，所以只要我在这里工作就可以常常看到你。不过虽然我喜欢你，但我好像连你的名字都没有问过你。不过这些都没有关系啦，你叫什么名字都不重要，我只是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不知所措什么？我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啊，但
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哎，我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那些跟你一起进来女生那么漂亮啊，所以你跟我说你喜欢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我是说我一直在等像你这样的女孩出现，所以你不是喜欢我？我已经有一个很喜欢的女孩了。我从小就很喜欢她，虽然她的脾气很坏，很任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只要她愿意笑，她就是全世界最美的女孩。她很喜欢吃卤蛋，自己也吃不够，就喜欢把我的捉去吃。我只希望他吃我的卤蛋就好，不要吃其他人的。他很喜欢闻咖啡的味道，可是他的胃不好，一滴都不能喝。所以，我花费了好多的时间研究，才调配出唯一适合他的老板娘特调。你是？我一直在等可以看见我的女孩出现。看见只有经历过生死边缘的人才有机会在命运的缝隙中看见天使，尤其你意外地捡到我用过的笔记本，打开我们相遇的缘分。什么都在一起，虽然他也喜欢过别的男生，那是我人生中最难过的一段日子。你要知道，你喜欢的人整天在耳边一直说别人有多喜欢他，他有多喜欢别人，是多么痛苦的事。但是我很幸运，我很幸运的遇到一颗不长眼的子弹，能够向他证明我能保护他一辈子。我会很努力的。等一个人咖啡。喂，我找思颖。他疯了。
疯了。我很喜欢他，喜欢到舍不得看到他为我哭泣，为我难过。我希望他可以放下我，重新看看这个世界。他可以遇到一个为他挡子弹的人，也一定还会遇见下一个同样幸运的男人。他的眼泪太任性了，让我放心不下他。我希望他永远都不要再为我掉眼泪了。好可怜啊！你说你喜欢我？不要再提了，丢脸。你说说看，你喜欢我什么？我喜欢你总是笑笑的，还有很帅啊，对很多事情都有他自己的看法，就像那个黑道电影啊，你也可以说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论点，感觉很厉害，看起来很粗心，其实很贴心，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相处起来很轻松，很自在，没有什么内心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说的那个人好像不是我哎。我最喜欢你奋不顾身帮我挡住公车救我一命了。公车司机看不到我，我要怎么奋不顾身帮你挡下公车啊？那天挡下公车的人好像是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变态。而我只是趁机把他拉起来而已。最寒冷的冬天。
的巧合，比你想象中的还多。每一个人都在等一个人，等待一个能够看见你与众不同的那一个人。做一件事，
那一天是等一个人咖啡店开张的日子，你一定很开心，看你整天一直笑，一直笑，就知道了。其实我从小到大没有什么梦想，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但自从你吃我的卤蛋之后，我就发现你的笑容是我这辈子最想得到的宝藏。我愿意拿我所有的一切来交换，无论如何让我再一次看看，看看你的笑。对不起，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缘分跟你一起变老。我们不要哭，我们一起开开心心。咖啡在等一个人，苦涩慢慢蒸馏出软软香醇，雨的温热，爱的诚恳。思念能晕开一杯甘醇，真心在等一次等，无尽的温情无自愿的忠诚，生死交锋才能见证。你是我前生前世，我从未遇忘了，真的太忘了。阿拓走了，又好像没有走，跟他有关的一切都继续留在我的生命里。
案经到审核好之后，海鲜店终于有了炒面之外的东西。哥，阿姨呢？那天过门烟那的报告。不管怎样，你上人家大伙都有错了。我怎么跟你？还有你啦，把人家房子给烧，会不会太超过了？还烧到隔壁。你今天带这么多人来这里大小声的，其实是心虚吧？你太没心。天呢，终于如愿以偿，外表铁头社赢了空手道社。不过阿朱最开心的并不是用他的头赢了空手道，而是上车上的他终于也等到了那一个人。世界上的爱情真是无奇不有呢。离开的人不止阿拓，就连老板娘也跑到全世界去玩。看着一张张寄回等一个人咖啡的明信片，老板娘笑得好开心，我们都超感动的。还记得吗？我可没有忘记那篇应该完成的小说。老板跟老板娘，还有豹哥、金刀神之间发生的故事，通通都写在网络上。这个故事就叫《等一个人咖啡》。你们有没有听说上学期最新的校园不可思议？什么什么？是不是那匹马已经找到了？不是那匹马了，那匹马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消失了一阵子。现在最新的校园传说就是，听说我们学校出了两个武功高手，谁呀？他们一用刀，一用头，两个人呢就把整个爱心笔集团给干掉了。现在方圆十公里内，没有人敢再出来卖那胡乱爱心笔。太强了啦！用头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哦，胡乱的吧。哦，这丢搞哦！嗨，大家，好久不见。为你做的香肠豆花特调，阿兔，去。真的。
喝什么？意思上小，你本事挺有义气呀。马拉萨，千年传统，全新感受。喝什么？我要一杯鸡白英雄。喝什么？我要点一杯金龙不安，金马不安啦。金马伯，按一下我女朋友，你可以选择我，金马伯安。喝什么？我一杯那些年我们一起吃的面。怎么又是你？因为我拍的电影都破亿呀、啊！出去。要不要看魔术？喝什么？我要一杯小龙女，我要一杯小龙女，我要一杯小龙女。我们只剩这一个。哪有酱油吗？没有。想和你汽车三马不语中，默默牵手走过，一阙江山抱在风中，拥抱与渴望，我们万千无踪却难以抗拒，双方都很聪明，爱情里需要能珍出矛盾却没彼此都是彼此的缺憾。